好，信息又进来了，又进来了，那个左边额头这边又是一跳一跳的，一跳一跳的，有的已经同他们，本国政府已经在正在联系当中啊，有的银行员正在同他们当地国家的政府啊正在联系当中啊，把已经获得的信息第一时间先告诉当地政府，让他们有个准备啊，因为大家要认识这个要有个过程嘛，所以尽快各自把这先把获得的信息告诉到他们对应的部门啊，这样的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。我们也是啊，把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多的提供给他们，让他们好下判断啊，然后同政府沟通啊，衔接上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